刚刚这段啊，我特别问一句，其中提到一个这个扫地行我扫，干活我干，这活复笛声这个评价您觉得怎么样？这是谁说的？你怎么那么了解我？您生活当中是把这个任老师照顾得特别好吗？没，他不用我照顾，不用您照顾，他就给你们大家都懵了啊，感觉好像是很柔弱，日程安排着满着呢，是吗？今天那个瑜伽，明天这书法，偶尔还推一首歌啊，前一阵那个歌在抖音上可火了啊，什么歌？一二三四五，嗦咪嗦啦啦，就把这首歌。放在心里呀、你爱我吗？那还用说吗？唱着跟着你一起闯天下。这俩人就是写歌回家创作歌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是有分歧的时候，是您听任静老师的，还是任静老师听您的？就写歌上哈、我特想知道。这个就我就不客气了，这个就是这就是我在做。咱终于扳回一局了，那可不是吗？但是第一个听众是任静，他说不好听，你白写。觉得我们今天啊，这帮人啊，狂轰乱炸啊，就想挖出点这个在完美关系之内不完美的地儿，看来失败没有，没成功啊。转个苗头吧，你们俩有不完美的地儿吗？你们俩其实你也不好找，本身就失败，对，你们俩特别合拍，你知道吗？你也不好找，我们俩说的就，因为我觉得今儿录完节目，这媳妇不一定是我的。